来，你问他吃虫洞。包三，我们今天这场赛事一样还是有额外的奖金和发财。那凑凑5000奖金。发奖，哎，牌不要出框。小田。八条。爱了。七十四万。好。发财。维持这个 tempo 啊！胡饼，3万，四彩留队，3万，魏武，娘，3万。会要吧？嗯，难讲哎，难讲。4万断，4万断了，1万也出。1万。这条。一饼。九桶。哎呦，没事。吃你一张，好，4饼，5万多的，焦嘛，紧张到都站起来了，会过去，莫冲动，8万。快点啊。气势如虹的小马究竟摸到什么牌，让他喜滋滋呢？承担，5万，不敢，杠，敢不敢？来，我立了，杠，杠嘞，富贵险中求了。啊！胡饼。6饼，棒，是，什么都有，对啊。四里
平。谁放枪谁归零喽？6万，都给他。应该不会了。加油！冲！哇，好紧张哦！我的妈呀！加油！好紧张！我的梦想，刺激，刺激，刺激！死风！哇！有女差兵感觉，哇！好难从小马表情感觉，到底是好好还是好？好了，富贵险中求，真的假的？五万五哎，三头，还好吧？这里又真的白皮呀，好过吧？六条。哇，有种完蛋的感觉，我丢了，七万，还有七万，好紧张。要倒下来，为什么他早就打三万你不吃？没有，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四，对，有一个对子没有办法拆啊，翻掉四条，我选择我本来吃了三万，我是还要再，可是我不敢下四条。哇，再掉南风就好了。我如果杀三万的话，我要再做一个对子，我没有对啦，你就没有眼睛了，我没有眼睛啦，所以我必须得，所以好自摸一个底，再加6000，哇啊，然后呢，其他每一组呢要分别给他们一半的奖金，哇，恭喜小马他们获胜了，来，马上我们下一场，自摸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6台。加拿大他们是97775，哇，我们零头都算出来了哈，绝不沾加一毛便宜。好，吃高的是陆毅龙，他们是17000，然后呢，这个佩珍、郑雄他们是7625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夫妻档是9150，对，最有钱的人举手，好，大家鼓励他，好来。我们来看四家的牌，先看焦来骂的牌。大家的目标可是你，36000摩卡二饼，先把牌面凑顺抢听，才能保住不败之地呀！废除恶客。